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你的手型很好，手指除了小指以外都很好。虽然你的手纹不是很清晰，但从手型和手指上来看，你的命运就不会太差。你是一个性格随和的女子，人缘较好，你对自己的事业要求很高，不过现在你的工作不是很如意，这就给你带来了无限的烦恼。但是只要你能坚持到33岁，运气就会转好，特别是在35岁以后会越来越顺。你在感情方面表现得优柔寡断，虽然不会脚踩两只船，但是在选择伴侣上会很困难。不过最后你的婚姻还是很美满的，婚期不会超过26岁，晚年生活会很幸福，就是子女会让你操心较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